安啦，午安啦。今天是个很吵的一天。Hello, Marco。谢谢新鲜柠檬送的猫铃铛。Hello, QQ 人。大家午安了。Hello, 浩毅。今天是个很吵的一天。谢谢 QQ 男子送的枫叶，外面的石膏，真的是。谢谢你送的枫叶，谢谢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多吵，我在睡觉。然后我姐早上要去上班，结果她就有点吵到我，但还好，这种吵我还好。我觉得过一阵子我就又会继续睡了。然后我就睡哦，睡，外面就开始挖地，咚咚咚咚咚，超大声的那一种，我超级不爽。然后就把我们家的那个阳台的门就都关起来，关起来会比较小声，然后比较小声之后我就继续睡嘛，睡，结果换我妈，她要出门上班。又吵到我了，然后他出门之后就又安静了嘛。过没多久又开始挖地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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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那个不是施工啊，那个是打仗。然后我就直接气到回房间睡。我就睡，睡，你知道，我姐打电话叫我来帮她拿包裹。午安，带太多了，还好吧？没有，我觉得是这个耳环太大，我觉得这样可以，但这样不行，要这样。我今天很素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没人爱的秘密，秘密怎么会没人爱？拜拜。这里大家午安，有没有很久没有看我穿这件？你在台北流浪哦、喔。Hello， 勇哥。谢谢勇哥送的玫瑰 ，Hello， 季风微凉，大家午安呐、啊。孤独的总和，所以相聚了。这耳环还不错看吧？对，翘班，你这翘班翘的超远哎、欸，直接翘来台北。老板要找你都找不到。超大一坑的。Hello, 许阿伟。这样有搭吗？其实我有点好奇。有搭吗？你们觉得？
心里选择红玫瑰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昨天呢，我就问我同学说，我会很看起来很难相处嘛？他们说，哦，就是认识之后，他们觉得我很好相处，但在还不认识我的时候，真的很吵。他们觉得我有个气场在。他们说我有个气场在，超酷的哦。脸臭跟气场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你不要一直说我脸臭，你不要一直觉得我去外面就是态度很差。而且我上次就是同学约吃饭，而去了，我口罩拿掉之后，他就说我真的觉得你很漂亮，那个妹妹超可爱的。成人今天好像人很少哎，应该偷懒。他的大拇指。不安呢，阿哲。刚睡醒，这么爽。我今天是被吵醒的，有够吵。对呀，在几天。就很期待，有点紧张。然后我就会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V 的蔡总总总。”哈喽企鹅，哈喽晴天，拜拜。
离职。这不是我的问题啊。前几天不是那个我们小巨蛋两周年嘛，然后就去翻，那时候就翻了相簿，我那时候长得很可爱耶，我不知道哎，要问他。真的，我那时候长得超可爱耶，就是肉肉的。真棒。找给你们看。那时候是碰杯碰杯啊，安尼啦。我看跳跳也两年了哎，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哎，我姐结婚也两年嘞，来吧。这碰杯碰杯啊。看哦，然后下一张是两只猪，啊，不是羊，是羊。公司楼下的两只羊。然后我忘记我干嘛，头发被我弄乱。
才没有和你，就凭你呀眨眼。我那时候长得好好，如果我会用双眼皮贴就好了。那时候，可能别傻了。六号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我家那时候16岁嘛，2年前18啦。你看这个，我有存下来，等他跑。跑得有点慢，做了存下，有了。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，我觉得。才没有爱你，我们之间怎么可能？我才没有可爱，要的吧？我才没有倔强，思念眼泪都是胡扯，还有心动的可能变傻了。我才没有怀疑，我们之间。很好笑，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私底下自己吃饭，就跟丽丽，然后他们就要玩游戏，然后便利贴贴在额头上，然后你就不能做那个行为或者是说那个词这样，然后那时候就选那一个吃薯条，我当下超级超级超级不想吃薯条，然后大家一直想要叫我吃薯条，我说我真的不想吃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没关系。然后他们就把我盛到我的盘子里了，我就放在那，我就不想吃，我就放在那，我就一直放在那。就不爱了，爱只是过程，昨天在完成，明天的太阳仍然完整。祝福写下我们，谢谢德系男子送的粉色盲花，谢谢。我那时候很可爱，然后过没多久就去拍戏呀。肉，怎么了？有变胖一点，有吧，有啦，我不否认，我前阵子有在说啊，真没有人理我。也没有啊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说哪里？手吗？我手本来就胖啊，还是脸？怎么看这个？
常问号。你是说哪里变看起？你是说哪里看起来变胖？你的可爱变胖，什么意思？爱不爱你，多爱你。兔兔肉，兔肉。所以不要与我交谈，要揣测过程。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记忆。快点啦，整气男子。可爱果果。看到了，这是什么时候？啊，夕阳那一次的记者会后面的是一周年吗？这是什么活动？忘记了，见面会吗？夕阳记者会后面的那场，反正就是那一次我们跳勇往直前。见面会，就那一次的见面会，我就回去看影片，我回去看一看，就我们跳那个勇往直前跳一跳，就发现啊。在现场啦，就跳来跳，发现为什么台上会有一个发卷，我们就为什么台上会有一个发卷，我们就每个人在那打 pass， 为什么台上有一个发卷，然后后面就是影片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抓到凶手。是林忆云的发卷粘在她的衬裙上面，然后就跳一跳之后衬裙就伸出来了，就在台上这样，超好笑的。好久没有跳勇往直前，我好想跳勇往直前。现在的日子不好吗？心上还留着你的伤疤。但我觉得我为什么没有，就刚好粘在衬裙上面。我觉得夕阳的那时间是我的巅峰，最肉的时候，搞不好有机会，不知道。
我之后的你和他之后那些遭遇，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的体重的巅峰，我那时候超胖耶、欸、又和谁有关系，那你离开他了吗？想知道你的回答，知道又怎样，不能再像当初那么傻，现在的日子不好吗？是我看到阿瑞好可爱，妈妈你看阿瑞，笑烂，体重巅峰，但应该也没有到，应该我最巅峰应该说数字不是那时候，可是我那时候看起来好胖。回到过往，爱的冷暖，委屈自己的你不爱想法，即使有些爱曲终的微散，还在流连忘返。什么东西再像当初那么傻，现在的日子不好吗？就算我心伤还留着你的伤疤，那我离开你了吗？阿瑞真的很可爱，没有又怎样，心动可别被冲动点燃。谢谢整新娘子送的麦克风，回到自己的，我找到那个之前练那个远距离海报的影片。你到底离开他，远距离海报好久没跳，好想跳。好呢，不要担心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很傻，肚子怎么肚子？可能着凉啊，比如肚子着凉也会感冒的。对啊，肚子饱出来要小心着凉啊！不是小心不要着凉，不是小心着凉。想听你说，不止我的腰很细，就是都很胖。说腰，我的腰是比较没有肉的，可是我的肚子是前面也蛮肉的，就只有旁边而已，旁边比较没有肉。难道最后一个人该习惯什么？Turn around, turn around, turn around,
肚子着凉容易拉肚子，那我蛮希望可以拉肚子的。还有什么说不出口？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吃早餐，然后超好笑的，他点了一个什么鬼椒什么牛不是猪肉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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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明治，他吃的当下很好吃，很辣，可是很好吃哎。结果听说他到下午直接炸厕所，辣到一个不行，超好笑。直接被鬼椒 gank 一波。那天听说他就是一直跑厕所，很好笑。但是我说，那你下次还是会吃鬼椒吗？我说吃，吃。想听你说，真假的还是好热，真好。好久不见大家，礼拜天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好兴奋哦。嗯，我爱你。接受点歌吗？点什么歌？冻结了世界，冻结了天。来啊，点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我有没有变胖？你们礼拜天就会知道，但是我发现，我再怎么变胖，我的下巴还是很尖，就是笑起来还是全是潜水。应该你是侧洗吗？我跟你讲，侧洗一定会干涩的到我的双下巴，我的双下巴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的。准备留？为什么大家都要问我这个问题？我时间到了就会去剪头发，不要一直问我这个问题。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，为什么要一直问我要不要留长？我好像说过很多次了。
好哦。大家有没有推荐，就是哪些地方可以去走走、拍拍照、漂亮的地方、风景？哪里？为什么皮肤可以看起来这么好？为什么眼睛可以看起来这么漂亮？山海，都可以。你长得漂亮，认真吗？我跟你们讲，我想去厕所。等我。澄清湖在哪里？炭吉超可爱，炭吉可爱。哇哦，是高手！炭吉超可爱，炭吉根本就是个美女，她穿袜子就算了，她还打高光，就是鼻子这边打高光，然后她的下巴因为白色的那一块还特别帮她瘦了一点脸。这是天生就是美女哎。谁是炭吉？炭吉是阿吉养的毛猫、猫咪。它是一只黑色的小母猫，女生，小只的猫咪，4到7个月的猫咪。所以那时候，我问阿姐，因为我知道我朋友就是
大湖公园在哪？因为我知道我朋友其实捡到一只猫，然后我就因为阿杰一直很想养，我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就问他，我就说就是你想一下，我九号问他的，他说他连假的时候跟我讲，他一开始就是他想了很多天，他也跟他妈妈讲了的，我问他妈妈，他就说我要那只猫咪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，我朋友说好，那过几天会把它带去给阿杰。然后呢，但是阿杰在那天晚上还是隔天，就是又跟我说他还是觉得先不要好了，他怕他照顾不来这样。我就说就是我看一下，看我跟他说什么。但他现在养得很开心，我看的也是很开心。他说不行，他办不到，还是等他再老一点这样。哦，没有。他说我要那只猫咪，然后隔天他就跟我说我还是算了，压力好大，拍谁这样。我就说你干嘛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他说不行，他办不到，还是等他再老一点他再养这样。我就说你都可以把五谷养得这么好了，然后说20年内这样，也可能养一只猫咪，猫咪要时间蛮长的。我说你都想养猫咪这么久了，这次有这么棒的机会，何不试试看？他说不行，不能试试看，人家是只猫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试试看的那一种，反正就是希望他可以养，然后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，他就其实就是想的比较多啦。我就说你可以的啦，他就吼。我说我没有要强迫你养，我只是觉得你想养猫养这么久了，你想了这么久了，这次有这个机会，很棒啊，这样。然后他就说好啦。来养，然后就养了。朋友捡到的，对，朋友在家里的仓库捡到的。然后那时候捡到的时候蛮小只的，说眼睛有发炎，然后是已经照顾了一段时间，到现在你们看到那样，对。可能那时候捡到他的时候两三个月吧，从头再跟你说一次捡到探险故事吗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刚刚才讲完哦，刚刚是讲哦，捡到探险故事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哎，不是我捡到的，反正就是朋友在家里的仓库里捡到的。那是梗图，什么东西？他真的阿杰。
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真心真心很喜欢，所以我也其实挺开心，我能说服阿杰要探子的。他超爱，就是他看到他是发自内心的开心，就是的那种，这种，超可爱。开心。啊，那探机是好像是朋友的爸爸捡到的，然后他爸爸其实也蛮不甘。不是不甘，就是挺舍不得探子，但是家里好像就是他们家里没有办法，不太能养啦，家里的环境不太适合，所以就找一个适合的人家。阿瑞好像前阵子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但我忘记了。哦，他要连刹车，这里全部都破皮，这里油头全部都破皮。那时候。那时候，你们知道布塔是什么意思吗？反正那时候在帮探吉想名的时候，我就说哦，探吉她是个女生，然后就看着阿杰，我就看着我布塔，但就是开玩笑这样。后来嘞，就那样啊，能怎样？就贴纱布吧。你说撒 K 吗？因为那天他来我们家，他带他女朋友来家里，就是做章鱼烧，然后他妈咪就拍照传给我看，我就这是怎么回事？阿瑞是怎么了？他女朋友超可爱，他女朋友就在他后面，然后就这样笑得超可爱的。他女朋友超喜欢我，受不了。你请你抖内那个阿瑞的医药费给我，你这么心疼他的话，我会再帮你拿给他的。羡慕有女朋友的阿瑞女朋友哦，阿瑞是姐弟恋。阿瑞是姐弟恋，他女朋友大班，他中班，笑烂。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啦，越哭越不像阿瑞。你要去抽四包了，四包什么？有前途的孩子，小兰。希望他们可以长长久久。我是不是脸
看起来变肉了。前几天我在跟就是那个妹妹，我同学那个妹妹分享说，我以前真的很胖，你现在看到这个是已经瘦下来的我。她说真的假的？感觉不出来啊。然后我就翻出以前那个 Love 休闲快闪那一次的照片，她就哇，你以前长这样，真的。我每次翻出那一次 Love 休闲快闪的照片，大家都会吓到。那时候真的是超肉哎、欸。不能说胖，胖听起来好难听，很肉。我应该跟你们分享我去年烤肉的照片，那时候中秋节的时候，应该跟你们分享，给你们看看多夸张，肉肉都不肉肉了，肉肉瘦下去也可以改名字叫瘦瘦啊，肉不瘦。幽默、哦、今天是四点肉汤，四点肉汤，臭臭臭，不是啊，臭臭就是我的名字啦。前几天在路上遇到之前学校的同学，超好笑的，超尴尬的看着我说嗨，我就超尴尬嗨。What？ 芋头。在约，他好像约到11月吧，10月10号，怎么约到这么久去？我有一次去买咸酥鸡的时候，也有遇到我国小同学，但我没有跟他打招呼。一个男生，好像带着他的，那个叫女朋友，还是叫未婚妻，还是叫老婆，我不知道。
难过。我国中同学，我国中同学已经生了，我觉得哇哦，很酷。好像是在九月的事情吧，九月初。那时候相聚，超可怕的。不知道要怎么说。就不要我同学就是约那个11月10号有没有？然后他有来，还是带着他女儿还有子，忘记了。我会下烂。爱情不是婚姻的坟墓吗？叫肉肉姨，没有，我叫窝窝姨。看来你不知道这个故事。阿瑞会拿着那个三单，然后指每一个的窝窝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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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指到我的时候，我说窝窝阿姨，窝窝姐姐，窝窝姐姐，窝窝姐姐，我是阿姨的啦，我已经有外甥呢，我还有侄子，我有一个侄子，哎，两个侄子，一个侄女。我什么时候就当阿姨的？我想一下，国中吗？嗯，国中吧。我很早就当阿姨的，我之前我侄女就是来我们家，然后那时候在家里就贴了一张减肥不要再吃了这样，然后他就看着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减肥，我说我又太胖了，他说我不会啊，我觉得你很瘦，超可爱的。倒数十秒，什么东西倒数十秒？我的麦克风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餐饮肉肉肉，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10月21号下午4点，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心灵肉汤了。今天的第一碗肉汤，听好了，相信自己的努力，在每个不确定的未来都有更好的你存在。多数时候人面对改变都是恐惧的，会担心失去所有，会害怕被人嘲笑，纵使清楚结果有得有失，依然不清楚心中的答案。然而烦恼都是自己想出来的，而梦想则要靠自己走出来。如果不朝喜欢的生活前进，永远不会知道更好的自己在哪里。如果就此停住在不喜欢的环境里，再挣扎都只剩迷惘。
其实勇敢并非不再害怕，而是踏稳步伐，一个人也能清醒地面对困难。记得，信心虽然不能帮人解决困难，但可以帮你走出困境。努力虽然不保证有更好的结果，但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这是今天的第一碗肉汤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碗，好好。好嘞，听好了。今天的第二碗肉汤，在乎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在意别人怎么看你。想过什么日子，并没有标准答案。虽然生活处处是选择题，但其实每个人喜欢的都不同，也有自己的习惯或不习惯。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，或要求别人做为难的事，都是折磨。其实人一生最后都要由自己负责，不用把自己的痛苦强迫别人一起尝，也不用把别人的过错紧往自己身上担。生活的方法没有标准答案，选择正不正确也没有什么绝对。记得为自己的人生努力，为自己的生活尽力，哪怕到最后碰了满身伤，我们也是把青春挥霍在最喜欢的地方。这是今天的第二碗肉汤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可以帮我拿一下铅笔盒吗？铅笔盒。那个那一袋不是旁边那个咖啡橘色的，你刚刚拿那个的下面不是另外的，对，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我们画一下作业，礼拜五上课的作业。可以点好，好吧，算了，什么东西算了？什么东西算了？谢谢陈恩送的泡片，谢谢大家送我的掌声鼓励。现在这个镜头，我好想哦，没看到算了，什么东西？哦，讲过了吗？讲过了吗？有吗？那我补一碗给你们。我好想要有一整组的麦克笔，可是好贵。好了，可以多为别人想，但不要我不知道有没有念过，怎么办？可以多为别人想，但不要都替别人做。无论同事或朋友，帮忙是需要的。然而，
这种付出必须看对象，有些人是你一帮有些人是你帮一次他就回报很多次，可有些人是你帮一次他就认为该帮很多次，帮了不见得得到，不见得帮了不见得道谢，不帮却开始埋怨这种抱怨不抱怨，我只是念错字，不帮却开始埋怨。我们不要去欺负任何人，但更不能被其他人欺负。需要保护好自己的时候，该坚持的底线就不要退让。有念过吗？虽然在讲求资历的社会有太多现实要考量，但记得纵使你现在做不到，也要让自己在未来做到。从今天开始成长，为自己坚强，也为自己好好利用时间磨砺自己的爪，不要用来伤人，而是要用来保护自己。这是今天的肉汤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我们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有同学就是说他以前在学校就是被偷了一整盒的麦克笔，然后我们就太可怜了吧。然后那天因为我要画别的作业，我在用麦克笔，然后我就跟另一个同学就是在暗算要把阿麦克笔偷走，没有开玩笑的那一种。然后超好笑的，昨天在放学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走，我说我就是上次那个跟你借麦克笔的，他说哦那个人是你啊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耶。我说早知道我就把你麦克笔偷走了，然后他就不知道我是谁，超好笑的。哎，那麦克笔一组很贵耶，我只买了五支，我也好想要一盒麦克笔。所以听说麦克笔很容易就没水，为什么麦克笔可以这么贵啊？叔叔不在，不知道叔叔有没有也在用麦克笔。你们看得到我吗？这样看得到。去故宫玩哦。他刚刚不是说他在西门？墙壁还有一个肉哦，可以可以。我已经很远了，而且我怕等一下手机掉下来。一整天很开心。
我还没去体检。学校要体检。对啊。心思我还好啦，这么瘦有吗？刚刚不是颜色变棒了。啊！我画出去了，尴尬。有吓到。Hello， 切冬。今天的喇叭到底是怎样？断断续续的。Hello。为什么怪怪的？就跟你讲，那中华电信刚刚买那个，因为刚刚有，难怪那天会断电。掉哪里去？你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世界很小？Hello， 单细胞。问题很哲学，我在上课的时候问了老师一个问题，
老师哲学的上手。但老师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他尴尬的笑一下。台湾很小吗？有时候觉得小归小，但说大也挺大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归小，大归大，废话。是方头的那边吗？没有哎，我用软的，我比较喜欢用软。跟书局卖的麦克笔差在哪？我不知道哎。我就应该拿那个纸胶的贴。
懒哎、欸，什么？啥啦？求看成果，我没有画完成果。你们老师我把这颜色涂完，这个主题叫做线的立体组成。我还没涂完啊，这也涂完，你说麦克这个叫什么Copic 吗 ？Copic，COPIC， 这个你问叔叔，他应该会知道。读美术的不会不知道这个牌子。你都念？是哦，跟我一样哎。夹子没有坏掉，你们就可以看我画了。
QQ， 对啊 ，QQ。恭喜呀、啊！上什么课啊？我在做作业。同时，哦。有没有认真在上课？没有，因为你在看我直播，听我直播，你没有在听老师上课。下课十分钟。哪一首？现在这一首吗？叫什么？我帮你看一下。我不知道。万千花蕊，慈母悲哀。关播了，我要继续画，我要认真画。我认真画作业。我会大声说叫我不要自己去买笔，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再说，啵啵，再见。